我是一隻鶴，是一隻紅鶴，一直在 Sally 身邊默默地守護著她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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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欢迎收看六十新闻报道。城中某位王姓的土豪因为被银子戒亲只手感染细菌致死。另外城，喂，系咩话？根据最新的消息，四年唔见咗啊！佢而家生死未卜，下落不明啊！咩话？四年唔见咗，我要去救佢。咦？咩嚟噶？9月13日1点，盛家书院，仲叫我唔好报警？唔得，我一定要去救 Sally。